这是一座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城市，这是一座生态宜居与先进产业完美融合的城市，这是一座青春梦想与激情活力竞相迸发的城市，这就是京津走廊上的绿色明珠河北永清。永清始于春秋，获得唐玄宗亲笔御赐沙漠永清而得名。地下长城宋辽边关古栈道，见证了永清悠久的历史传奇。东方奇观京南国宝白石塔，演绎出穿越时空的梵音清韵。元代名相史天泽，国学大师雷海宗，京剧武生一代宗师李兰亭等名人志士留名青史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秸秆扎刻、永清河雕等民间技艺熠熠生辉。永清东临渤海，西枕太行，北依长城，南望黄河，地处京、津、雄、津三角中心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区域，环渤海经济圈腹地，距京津雄各50公里，距北京大兴国际机场15公里。京台、郎仓、京德、荣乌新线高速在此交汇，京雄、京新高铁在此设站，永清进入高铁加高速双高时代，畅想凌空新城、绿色永清的崭新乐章。筑牢绿色生态底板。永清自然资源丰富，生态环境宜人，作为华北石油主产区和陕京输气枢纽所在地，天然气储量高达50亿立方米。作为中国温泉之乡，永清地热资源丰富，是河北省温泉旅游产业开发建设的中心地带。作为华北平原最大的天然氧吧，域内森林覆盖率高达43%，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县、全国绿色小康县，是京津都市间的世外桃源。作为京津市民的菜篮子、果园子，永清不断推进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、国家数字农业试点县建设，年产绿色无公害蔬菜、优质水果180万吨，打造智慧农业新品牌，出口韩国、日本等国家和地区，积极推进1、2、3产融合发展，加快推进以宋辽战争历史文化、永定河故道风情文化、现代生态农业观赏文化为主题的全域旅游资源系统开发。中国服装博物馆、李兰亭纪念馆、贾广建艺术馆、雁南春酒文化博览园、零七谷定向运动公园建成开放，中国河雕之乡、恒美国际花都名动全国，年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，永清已成为京津市民假日出行的钟爱之选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，打造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乡村综合体，永清连续3年获评省级中心村示范县、胜利新村入选全国魅力新农村10佳乡村。深入实施惠民工程，永清荣获河北省文明县城、河北省园林县城、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等多项桂冠。打造高端产业平台，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历史机遇，
聚焦大兴国际机场廊坊临空经济区永清科创区建设，着眼全球时尚创意、高端装备制造、航空智能制造、现代商贸物流二加二产业布局，永清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。北京亦庄永清高新区纳入河北京南国家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，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两大产业。邢友恒电子医药产业园，最大的电视购物企业汇买在线，在这里落户。中南高科、国科云谷、益田高科、华夏制造等创新创业平台相继建立，入驻高科技创新型企业30余家。永清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，产业构建初具规模。南波、德基、圆通、华星、嘉宝利等高端机械制造、现代商贸物流、电子信息、新型材料生产企业在此抢滩登陆，快速发展，积极承接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。河北省首批创建特色小镇云商小镇一期建成51万平米，入驻商户3800余家，北京大红门金温服装批发市场等8家主力市场落户永清浙商服装新城，新建在建服装生产企业近100家，永清服装产业新商圈加速构建，时尚创意产业风生水起。深入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大力推行1236暖企模式，落实重大项目6包1服务机制，成功入选首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百强县，永清营商环境全面优化。绘就创新发展蓝图，紧紧围绕跨越崛起发展主题，以全党抓经济、突出抓园区、重点抓项目为统领，以三重四创五优化活动和三期建设年活动为统揽，聚焦高质量建设临空新城绿色永清奋斗目标，紧紧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，深入实施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、自贸区建设加快推进历史机遇，深入实施4大发展战略，全力争做全市高质量发展排头兵。2021年是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永清紧抓项目建设、园区建设、城市建设，在项目建设上牢固树立“千忙万忙，没有项目就是白忙”的理念，实行项目338计划。确定8个固定资产投资10亿元以上的项目，由县领导包揽推进，强力夯实跨越崛起新支撑。在园区建设上，着力提升园区能级，突出实施倍增计划和园区增比进位，强力推进放管服改革，实行融缺审批，推进腾笼换鸟，积极承接2+2产业，重点布局航空指向性高新产业，强力打造产业集聚新平台。在城市建设上，大力实施城市客厅工程，统筹推进18个特色文旅项目提档升级，倾力打造临空经济新城、绿色食品之都、度假休闲乐园，一座举世瞩目的魅力新城正在永清大地崛起。跨入新时代，肩负新使命，开启新征程，41万勤劳智慧的永清人民高歌猛进，气势如虹，奏响新时代全面建设临空新城绿色永清的宏伟乐章。